情人快问快答。最不喜欢的主管类型，可能就是自以为是吧，就是这种，哎，小姐，我觉得你很漂亮，然后那种贵哥，不当翻脸，不当场翻脸，无法。我觉得当演员比较有趣，因为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，因为像歌手，主要那时候是乐团关系，所以就是团员们彼此很 close。然后，但是当自己出来打拼的时候，我觉得更是一个自己更能成长的方式。搞笑的吧，或是坏胚子，哇，主凶我 OK 耶，因为我觉得还蛮过瘾的，因为就是现实中生活中可能就是无法，反而演戏可以尝试看。那他的大尺度 OK 吗？可能只有肩膀，无可欺瞒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演戏是很有魅力的，然后又是非常内敛，然后他也是一路以来一直很努力，然后对于演员这一块都很崇拜他。就追越界啊，我就只能挺我的好兄弟，就是彦泽和那个队长，就很受不了队长。其实因为他平常私底下也很疯癫，但是就是好兄弟这样。就跟戏里面长得也很像。很像啊，学校就是这么样。我小时候绰号叫肉肉，我那时候其实觉得很可爱，可是就觉得我妈最后就说你们大家不要再叫他肉肉了，因为他就会越来越肉。微微吧，李微微姐。对，然后就是希望他可以看到，因为他平常还蛮关心我的，然后希望他可以看到我一路以来的成长这样子。